我就不踢了好吧。哎呦我操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我先回家兄弟好吧，这里有眼儿。啊，瞎的是贴膜瞎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哎呀对，贴膜瞎来着，来贴膜贴膜，这摄像头就放这边得了。你们觉得贴膜瞎狠一点还是别的瞎狠一点？不需要贴膜，那是什么瞎？那我们这是什么瞎？穿透瞎。行，那我们这穿甲瞎。我不上，那炼金就得被封这儿死。哎呀呀，盾没开，哎呀傻逼了，操，真的菜。我先回家去下路啊。对面的虾什么？对面这是贴膜虾呀。先不急啊，看看我们去哪儿，先来个皮孩。还是去上路吧。那劫上哪去了？你给我 W 一下呀！你干哈呢？怎么挂机了呢？哎呦我操，下路都杀疯了，这不行啊，这下路杀没了，给俺们家杰还挂机，我的妈呀！天哪，我这也不行啊，这我得赶快去了，再不赶快给我整没了这。
哎呀！回家，无敌了。哎呦我操！这下路属实是玩不了。二杠十了，死没死？这小驴人。哎呀，来个幽梦，再来一个那个啥吧，夜印之风吧。哟，漂亮！这下路怎么回事呢？无敌了。我操，这造型！你信哥加个贴膜虾，这俩人儿，不行，他下路给送起飞了。根本他也管不了啊，这那整个贴膜虾，你说这怎么管？拉倒吧，赵信呐。哎呀，我发现还是得打中单，不打中单不行，不打中单来个奥编码啥的有点送。助攻这么多呢？哎呦我操，我还能让你给我杀了，小炼金儿。死，给我人头给我抢了，挺烦人啊。这两个人怎么回事，那扛着塔拆呀。那赵信，得先把赵信杀了，这样他就不太行了，你知道吧？蛇女，
哎呦我操，蛇嘴的虚区也有点高啊。W 一对点，先杀盲僧，先杀盲僧，这样对面呢就这个赵信就不会无敌了。没让我动，快点守家。都给拆没了，劫也没了，他打不过呀。你往哪跑呢？这 ADC 这动不了啊，这也这根本他就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人他就动不了，不让动，先把瞎子杀了。那沙米拉啊，玩的是 AD 的呀，把大龙打了。回家还得贴膜瞎，我觉得真的，要不然我给蓝枪贴个膜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把装备卖了吧，我整点香炉法强啥的。家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没了家，家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一个六杠十二，一个挂机，也不知道咋回事儿。那没了就没了吧，那就也不知道因为啥。哎，真的好烦啊，挂机很讨厌。正好四点钟，兄弟们看比赛去吧，看看啊。